颁发感谢状。今天拍摄的商品是玩具，今天的工具满满满的。今天的早餐准备开工，天天拍外国 model。结束了，正在收拾行李中。这是今天工作的行李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又去吃饭了。今天吃意大利面，太好了。最后的甜点，吃饱要回家咯。哇哇，素材素材，太棒了。这边是士林捷运站，下去牵车了。